干了。那你这些歌曲都喜欢研究，嗯啊，还有那个国外的歌曲，我有一个那个啊，韩国有一组合，背个棒子，什么？背个棒子？背个棒子干嘛呀？啊，扛一筐呢，应该背得多一点。扛一筐了嘛，背个棒，背个棒，哎，那就是那韩国就那几个棒子，嗯。咱别胡说八道啊！不是，那么大场合什么话那是？张嘴就说呀，韩国那几个棒子，韩国哪个不是棒子？您作为演员说话一定要严谨，还是你狠呢？背个半，谁？背个半。不认识，不认识，我一个半还不认识。我知道是谁。给你提个人，权志龙。谁？权志龙。你早说他不完了？我知道。知道了吗？这我知道了。嗯。我们村那庸医。不是你们村庸医呢？是一个没治好，权志龙呢、嗯。一喝就喝多了。是。有一回，喝酒喝多了，我得开车接他去。哦。半夜两点多钟下了场，跟人喝酒去了。后半夜。啊。跟人喝酒喝多了，我一到那儿开着车到那儿，于老师从里边好几个人搀着出来呢，都这模样呢，这么瞧这脚步站船头上了，这是来了，不是来了，赶紧上车吧。这于老师要猥亵你是怎么着呢？什么表情啊？喝多了你怎么办呢？啊，眼神迷离。不是上车吧。嗯，于老师一开门上车了，上的主驾驶，他要开车，一挂挡一踩油，呜走了。这不酒驾吗？我还没上车呢。您先等会儿，你下回就说给他送车去就完了。你看我给你回来了吗？我把葡萄下一葡萄。人下一场怎么干？出去吧。你们要退呀、啊，就都退，别剩俩耽误我下班。话说回来，你们要都退了，这不叫下班，我叫失业，我叫下岗了，可能就是。来到女儿国的时候，女儿国国王唱这么一首歌叫女儿情，唱起来唯美动人，给大家唱一唱好不好？好。鸳鸯双栖蝶双飞，还有双飞。脆唱京剧的。京剧好啊。怎么样，您是哪宫啊？哪哪宫？哪宫啊？你看这对戏曲不太了解了吧？我怎么不了解？这唱戏还分公母吗？啊，不是，咱聊的是唱戏，咱聊的不是配种。不是，什么叫哪宫啊？啊，就问您唱哪个行当都可以哦，全行，什么都可以。生旦净末丑，身陷老虎狗，擦桌扫地替，湿不到鸟盆，给师娘奶孩子都可以。全拿大伙鼓掌了，你表演最后那个技能。什么呀？您这个劲，对了，疯了疯了，奶孩子疯了！我再说也没有孩子，你来吧。对了，打去。没听说过，我有我那么大孩子吗？帮着师娘喂奶。啊，对，奶孩子。你多恨你师傅这是？等死呢？废话，不动干嘛呀？有办法呀、啊，这不教大伙呢吗？啊，别动。动作越慢越好，是手里不有这个登山杖吗？啊，对不对？登山杖拿起来，慢慢的瞄准他这脑袋，怎么样？啪，就这一下啊，把他眼镜打掉了。对，哎，趁他看不着这会儿，赶紧跑，好点，啪，
眼镜打掉了，下面横眼看不见，你赶紧跑。嘿，你这滚，我还当真事儿听呢，列位。啊，眼镜，您这什么主意啊？眼镜蛇吗？不是，还眼镜，您这不如坐那儿抽根烟等死，抽根烟冷静一下。